抢你东西啊？他抢我东西。上车。把我的孩子抢走了，把那个车。抢你小孩啊？啊。快点报警。我的孩子被人家抢走了。什么？我不认识，我不认识。你可能我来说。师傅你好，我是路过的一个人，我现在把他载在我的副驾上，我现在在追这辆车，是一辆别。看一下这个什么路，帮我看一下，幸福路。稍等啊，我是在南通市的幸福路和某一条路的交界，我现在 ，OK， 我现在，它是一辆黑色的凯越，在。我没有办法，我现在不知道我在哪里啊，我现在在追他。对对，苏 F 黑色的一辆凯越。我现在我在追击他，我边上有在那个红买购附近，春江花苑附近。在哪里停车？春江花苑附近，红买购那条路上。22往那个。现在丰泽路，在丰泽路上往北。在丰泽路，我现在正在往北，他在不停的拐弯。好。是辆黑色的别克凯越，辆小轿车，我是辆白色保时捷。好，他现在很有可能在。你不要担心啊，我爸会帮你追着的啊。他现在在往小路拐，然后。前面那个车把边上这个女的小孩抢走了，我现在在追，你跟我一起追。能不能追到他，看看他把我的孩子藏到哪里去了？已经不见了，小孩呢？对，已经不见了。小孩呢？不在车上吗？已经被他藏起来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今天才遇到他。我就是想跟在后面，说把孩子找到他，结果他们就是全都好了，跟车跑了，我就追不上。我不知道他把孩子藏在哪儿了。然后呢？就是这个男的追他，追车还追人？你追车，我来追这个男的。我看他把孩子追哪儿了。报警啊！我报了，没有人管。他为什么抢你小孩？他把我孩子藏起来了。他为什么抢你小孩？我没有离婚，他把我孩子藏起来了。那怎么办？把他逼停吗？没有用了。那个人已经藏起来了吧？找他有用吗？他不会告诉我的，他不会告诉我的。
十个月。你要把我女儿送过来了吗？你把我女儿送到休息来，到休息来我休息。门里就怕是你身体休息，身体去了留下来，门号没没号留下，休息来通的。我是在路上遇到他的，然后是刚才那个人把那小孩抢走，因为没有离婚，没有离婚，然后把小孩抢走了，应该是家庭纠纷。那现在我送你过去吧。送到那个小区。跟别人说一下。师傅，不好意思，应该是家庭纠纷，就是抢他小孩的人是认识他的，我现在把他送过去。